啥？都是木。我叫田文君，这是我儿子田鹏，他于2009年7月18号下午5点左右在家附近走失。田文君，你还我吧，你还我吧！行了行了，3年了，小孩长得快，变化大，你们俩看仔细了，到底是什么？请问我奶奶在深圳工地上几年呢？不是怪你。嘴里有没有实话？把孩子带走。他大舅、他二舅都是他舅，刚说是地板都是啥？啊，啥是啥？你说孩子被拐到那家得多久才叫他妈的？他是人家孩子老婆，别乱讲！你们干什么呀你？我想妈妈。我明明就是告你们不仁。人民法院为人民，但绝不为你这样的人民。你看不起我们农村人，我们怎么不能把小家伙养好了？妈妈，这个干嘛？干什么？对你这个，你没看到妈妈？我不要回家。